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冷静去观察，迷了，迷在哪里呢？啊，中国人讲啊，迷在前言里面。啊，中国从前用的铜钱，你看民国初年清朝时用铜钱，啊，圆的，当中有个孔，有个方孔，啊，那里头有含义。圆里头要有方，圆要不方的话，那问题就出来了，叫外圆内方啊！啊，这做人就对了，啊，他都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钱是不是好东西？不是好东西。你看中国这个钱字，这边是金。那边是两个人拿着刀在干什么？抢啊，这不是好事情啊，就告诉这很危险的东西啊。那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想到的时候它的意思啊，钱够用就行了，不能贪多，贪多祸害就来了啊，灾难就来了啊。那人在这叫懂因果啊，你的财富你命里头有没有？命里没有啊，你要想用 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，跟你说你得到了还是你命里有的，你说你愿不愿望啊？命里没有啊，用什么样的手段都得不到啊，拿到枪去抢都提抢不到。哎，你枪还没有对人，后头警察把你抓到了，你就坐牢去了。啊，你小偷你去偷。啊，你还没有偷到的时候警察把你抓去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命里没有嘛。啊，偷人抢人都得不到。命里有的偷的偷来的抢来的通通是命里有的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人真懂得这个道理，他心是定的。啊，我在没有的时候，我不会去偷人，不会去抢人。为什么呢？心里清楚，命里没有嘛。命里有的时候，到时候就来了，不用着急。啊，能不能求到财呢？嘿。佛教里头，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我的。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生活非常艰苦。那是命里头没有财库啊！啊，人家命里有财库啊，我的财库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别人做什么事业都能赚钱，我干什么都赚不了钱。啊，命里没有。啊，辛勤工作赚一点钱，仅仅能维持生活。啊，老师是大善知识啊。我跟张家大师，我26岁，他老人家65岁，祖父辈的啊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教我啊，跟我讲财从哪里来的，财从布施来的啊，他教给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教我这个道理啊，真有感应啊，没有感应，没有感应啊，那你是理论上不入法，方法上有问题。如理如法，感应道教快得很呐！啊，所以教给我们求财的方法，财布施。啊，人家命里头为什么有那么多财富啊？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修得多。他命里有
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那我们命里没有，没有不要紧，还年轻，哎，现在修还来得及。啊，我跟老师说，我没有钱呐，一个月的工资很少，仅仅勉勉强强够生活。啊，老师问我，一毛也没有，一毛可以，一块也没有，一块还可以，还勉强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，布施，你要心里头要真有布施的念头，有这个心，那我就学，因为那个时候逛寺庙了，到寺庙去抄经，啊，看到寺庙有印经的，人家拿个本子来捐钱印经，啊，出多少都不拘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印经也写个一块两块，哎，他都收。啊，有放生的，放生的捐个几毛钱，他也收。啊，这个很好啊。啊，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。哎，这财布施的财富啊，啊，有效。啊，我已经布施了60年了，越施越多。啊，去年啊，前年了，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《四库全书》啊，我买的多，是在大竹库啊，所以给我特别优惠的价钱啊，100套多少钱呢？500万美金。我拿来干什么呢？这个书拿来送给各个大学，送给图书馆。啊，大概下个月书就出来了。啊，越施越多啊！啊，钱不要留着啊！啊，留着的钱就变成废纸了，没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叫通货啊，真有去那里就有来。啊，你不要害怕。去得多来得多，去得少来得少，不去就不来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佛法厉害呀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就能得到什么。只要你懂得道理，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去求，没有一样得不到。啊，你看看，求成佛。求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得到，这个世间的小事鸡毛蒜皮，这算什么？啊，你求不得，是你有业障。你能把业障铲除，你所求的立刻就感应到。啊，佛法真能给我们解决问题啊！啊，这叫很现实的问题，能解决。啊，我们学佛听老师的教诲，啊，我们对老师一点不怀疑，啊，明白之后心就定了，啊，什么样的畏惧都没有。啊，什么妄念也都不要想，想它没用嘛，想是错误，别想。啊，到时候，啊，该来的自然就来了。啊，不来的求也没用。啊，老师爱护学生，佛菩萨更爱护我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说：“安我的心啊。”我那是刚刚初学啊，发愿一生奉献给佛法。他说：“你的一生，佛菩萨照顾你，你自己不要操一点心。”我接受了。
我相信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顺境佛菩萨安排的，逆境呢也是安排的。啊，以后学了华严了，对这个道理完全明白了。啊，顺境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，你提升了。啊，逆境没有一丝毫嗔恚呀，也提升了，都是帮助你提升的。善财五食三餐呢，立思练心的，要在环境上去磨练呐。你经不起磨练，就被淘汰掉了。啊，你能经得起磨练。把什么东西磨掉？贪嗔痴慢磨掉。